8月6号晚 ，Henry 刘宪华在网上po出四张与小朋友的合影，并配文写道：“我有一个小宝贝朋友。”照片里 ，Henry 穿着白色背心，躺在床上抱着一个小男孩。Henry 拿着手机，正在给小男孩看，手还不忘护着一旁的小朋友，脸上满是宠溺，简直爸爸力 max。其实 ，Henry 刘宪华不仅对小朋友照顾有加，也一直都超有爱心。之前在网上晒出带妈妈游玩的合影，也是相当有爱啦。在向往的生活里，对小 H 也是十分的照顾，简直就是一枚妥妥的暖男啊！芒果亮新闻，这父爱爆棚的样子，简直让人充满想象啊！报道。